学习就好像栽种一个小盆栽，每天为它施肥浇水，让它晒晒太阳，然后看着它的叶子一片一片的生长出来，心中充满着喜悦感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学无禁止，每天学习一小事物，了解并加以运用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慢慢地就能踏上成功之路。加油朋友，你需要支持你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击订阅及打开你们的小铃铛，以获得更多资讯。